那你去搞好东西。好。我一看。期待吗？看你那笑的样子哦。是吧？笑得不好看吗？那么开心。嗯。我这个笑容是不是很灿烂？对。嗯。像猪八戒一样灿烂。干嘛去了我们？找好东西给你吃啊。拿刀不是剁肉，又是去找吃的呀？对呀。我以为是搞肉哎。怎么你现在变成个肉食动物了？我发现你，一直是吃素的吧你？我总觉得拿刀就应该要去剁肉才行呢。知道我是去搞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要慢慢的走，知道吗？当摄影师在后面也很累哦，好不好？知道了。要两个手扶着，还不能让手机抖动。辛苦了，老婆辛苦了。这里的空气也好，嗯，风景也美，嗯，哦，还有呢，还人也好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这个样子有点像屠夫的感觉。哎呦，我的脚！把你的刺啊！这个刺球球砸到我的脚了。我家牧羊啊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双人字拖，要么就是一双解放鞋。今天该死，我还是愿意穿解放鞋算了。就在外面不要进来啊！嗯。刺刀，我进去搞个工具。到里面搞工具啊？嗯。好。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？搞根棍子啊？砍一根棍子吗？搞棍子做什么？打板栗啊？还是有那么聪明的？因为这个地方就都是板栗啊，这里估计每天都有人来打板栗。对啊。是不是？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想吃板栗了吗？啊。所以说我就要行动啊。阿姐，啊，他这个板栗树是公家的吗？这个啊，这个不是谁家的，就是公家的嘛。公家的，你小心点哦，好，怕有蛇呀？没有，小心点啊。好，你要小心点哦。好，会不会有没有刺啊？里面有啊，好多刺。你看，你用下次再把防晒衣穿上啊！防晒衣放在岳阳了，都怪我，忘记给你带过来了哟。不怪你。我要快点走开，你小心别打到自己了。啊！你小心别让他打到自己了。你走快一点。嗯，我要倒下来了。杰哥对我的好是真的没话说，我上次就是在他那里随便提了一下，就说想吃板栗了，然后也有阿姨，她有事没事也会到这边先捡几粒给我吃，那我也觉得好吃。可能阿杰看着我想吃，就特意来给我弄这个，对我的好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呀，记在心里就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根棍子有蛮粗哎。对啊。嗯。因为那个板栗树有那么高吧？你身上痒了是不是？啊？身上痒吧？不痒了。那个半截不要吗？够长了。你确定？有那么长？那个树很高哎。知道了。只要跟阿杰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都开心。跟我在一起啊。嗯。以后我们两个天天开心啊。嗯。就是在地里干活，我觉得也开心。我看出来了。啊，像去玉米地里面了，搬玉米那么累，但是你脸上是带着笑容的，发自内心的。那种笑容，真的。那你到这里打板栗，我去换双鞋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
好。你打得到吗？小心哦。打到。哎呦呦呦呦，这棍子你拿得起吗？棍子有重哎。哎呦，掉了一颗。掉了一颗啊。嗯。哎呦，小心呢！哎，掉了没有？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去叫阿姨来，我去叫阿姨来。啊，我叫她来拿袋子过来装。没有啊。有没有？真的。那还没开始掉一个球，一个都没捡到，他就把棍子放下了。哇，这里一个。有一个吗？这个。哇，真的有一个！哇，虫吃了！虫吃了！那还有吗？里面？这两个，大的。小的是吧？嗯。我先把解放鞋穿着，拖鞋有点扎脚。阿姨，走，我们去打板栗。打板栗。嗯，阿杰在那里打，我们去捡。走吧，啊，换个鞋走。啊，换鞋，不能穿这个，我刚才被扎到脚了。哎，掉了没有？一个都没掉。管着点。我说了，那个不能丢掉嘛。哦，掉了几个板栗，好像，给你打。嘿，哎，哎，有没有？再打，多打一下。啊，喂，耶，掉了几颗？哇，这一棒还是有几颗哎？那小心点，打了几颗？啊，再忍一点啊！啊，你们也小心点，阿姨要小心点。啊，小心点哦。啊，喂，一二，又牙耶。嘿，嘿，嘿，掉了吗？几个下来呀？我先捡着看一下。哎，哇！先捡两颗球球看一下，都有虫子。这个里面，这里有个大的呀。这里面有没有？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嗯，也被虫咬了，这也被虫咬了，咬了，你看，全部都被虫咬了。我在这地上捡了一个这个，这个不知道被虫咬了没有，我先试一下。哎，这个没有被虫咬喂，这个没有，先吃一个，这个真的没有，你看这个没有。